Hello，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呢，我们来玩这款游戏，叫做《全面战争模拟器》哦。这个《全面战争模拟器》呢，就跟我们之前玩的《野兽战争模拟器》很像，只是呢，它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哦。那跟之前的《野兽战争模拟器》一样呢，它是有沙盒模式哦，就是一种沙盒模式，该怎么讲，就是一种很自由的一个模式哦，没有受到金钱的控管，呵呵，这样讲吧，没有收到金钱的控管。然后呢，还有一般模式啊，那一般模式就跟我们之前玩《野兽战争模拟器》一样，就是用你系统给的金钱、指定的金额、预算啊，去打倒另外一边的敌人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稍微来试玩一下啊，我们来体验看看，来选一下这个，这应该是地图吧？我们来选最刚开始的地图。然后它这边这张地图就分好几个关卡哦，我看一下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一十八十九二十，总共20个关卡。那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关卡这样子哦，每一个项目都会有多种关卡哦。这个第二个关卡真的很多哎啊，这个嘞啊，这个关卡也是算蛮多的啦，只有第一种关卡只有10关，没关系，我们来玩第一个关卡看看哦。然后让你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红线跟蓝线，有没有？蓝线的话，这边是指的是敌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蓝色是敌人，我一直以为蓝色是我们。哦，你会看到这边会有这什么东西？这边会有二四六，这边会有6个原始人。我们玩的这个模式好像是原始人地图。哦，原始人的地图，所以说都会有原始人的敌人。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左下角有一个600块钱，有没有？这个600块钱就是我们现在能仅用的资源哦，就是说600块的扣打，看你要怎么去花就对了。然后呢，你们看到这边哦，老头现在滑鼠移到这个地方呢，他就是每一个都会有他的这个派系，像是这个长毛呢，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目前原始人的这个系列原始人生态哦。然后这个长这个三级，这个三叉戟呢，有好像是那种农村时期的一些士兵哦。然后这个一把剑的话，好像是中世纪吧？你们看到中世纪这边有什么祭司，还有国王、骑士哦，还有国王。然后这个一个盾牌，一个长枪，好像是这边有米诺涛哎。还是米诺涛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应该是希腊罗马那边的系列哦。我们这个游戏呢，能用的兵种目前好像是只有到这里吧。这个是维京人系列。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是刚开始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最原始的哦，古老的原始人。然后右边这三个什么，这个忍者的，很像忍者的一个十字标，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跟这个后面最后一个，全部都在等更新，好不好？好吧，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试玩看看。来，长矛啊，我们选一下，我们可以选三种哦。这个的话就应该是跟这旁边一样啊，哦，嘿嘿嘿，哦，都长这个样子啊。这是什么？哦，盾兵，这是盾兵。欸，为什么不能转个向啊？我想要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哦，然后这个是长枪兵，OK， 我们直接开始。哦，他们开打了，哇，我的，哈哈哈！哎，打不赢怎么可能？哥哥，哎，长毛兵加油，长毛兵加油，我们超可爱的，超卡哇伊，丢死他！哈哈哈哈！我靠，这打架也太好笑了，哇，输了。输掉了，这个战队不行。我们来看一下，全部都用盾兵看看，不要，全部用长矛兵。欸，不行，120块长矛兵大概只能用几只啊？240、380，360、480，那只能放4只。那盾兵的话，864、887、56，可以放7只，7只盾兵冲进去看看。好了，来吧。哦，用盾敲他们，感觉好像那个镇暴警察，有没有？哦，面对这些暴民，给我后退，给我后退，不然我放催泪弹啦！后退，后退！我靠，那个棒棒卡在那个盾里面嘞！哇，这个物理引擎做那么赞啊！我来死掉了，还是叉叉的表情，你看那个脸，
哇，好笑啊！哇，不关了，我们可以玩下一关了。哇，你玩下一关的话呢？这边是有5只长毛兵，那边也是5只长毛兵，然后给我800块。那我觉得一样吧，就是盾战士吧。这边放个5只，这边放个4只，打看看。震爆部队，我靠，这么准哦！我看长矛丢一下，我的那个盾牌士兵直接倒地耶、欸！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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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欸，挡住了挡住挡住了！呜、撞死他！滚滚滚！哦耶！原始人战争啊、哦，结束了结束了，Victory！是呀、哦，我们的盾兵超强的。然后再看这是什么？这是我投石兵，为什么我没有啊？应该是这一个吧？可恶！然后这个应该是这一只啊，这个、骨头法师，骨头法师能干嘛？制造魔法吗？哎、欸，不公平啊！他们可以先用我们不能用的呢，好吧？我觉得我们有1400块钱，我们全部都用棒棒勇士看看。哇，没有钱了。后面放个长矛兵啊，干做3只。至少再1只嘛，好不好？哎、欸，5只，哦，可以，没有问题。哎、hey, 呦，哇，我丢个石头，哦，好痛啊！我、哦、赢了，赢了，赢了！哎、欸，好简单哦，那个声音，全部都原始人。哎、欸，他手上拿什么？哦，他那个手上还绑那个骨头啊，就是可以拿来抵挡攻击的。我、哦、还知道要防御这样子。哇！一下过关了，我靠，这是怎样？这个要怎么突破？哎、欸，我可以用法师哎、欸，法师的能力是什么？投石兵应该是可以拿来打盾牌，然后骨头法师能干嘛？我们先一排投石兵，欸、不行，投石兵我觉得一、二、3只投石兵就好了，然后骨头法师2只。长枪兵一二三四不够，有点母汤，管你去死，就先这样子。哎呀，哦，哇，骨头法师可以用骨刺在下面就啪全背起来，哇，骨头法师好强啊！干也太好笑吧，这个超衰的这个，这个超衰，直接压到他这样子，快笑死！还不错玩的、啊，我觉得。哎、欸，怎么直接进入农村时期的、啊？不对啊，这是谁啊？怎么会有这个没看过的啊？这后面是我靠，拿着这个打看看好了。我可以用战象哦，啊，没有钱，他只给我1000的而已，靠呗。啊，那我要用原始人，然后这样子对他们哦。哎，你个这个是哇，双手斧狂战士丢个2只出来，然后呢，放一只法师在这边，一个盾兵站在前面，哎，这样有没有很帅？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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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狂战士一下死掉了，好烂啊！投石，快点投石！投他！投他！投他！快点投他！不要插我！这怎么打、啊？我觉得以量取胜好了啦，好不好？妈，全部都拿棒棒。 好不，就这样子了，以量取胜，干死他啦！啊，敲死他，让他们知道原始人之力、洪荒之力呀、啊！完了，感觉有点不太行。哦，我死了，输了。
我们现在好像有希望哦。我们原始人还有两只，没有剩一只，两只。哦耶！就这个最后一集给他敲下去，超爽的，过关了。哇，这什么？这什么？他都不能转向，好讨厌哦。哦，这是关卡，右边这边是选择的关卡。我们现在到这里，我们过几关？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过第六关。哦，我们现在有2200。这个手上拿药的是什么东西啊？魔法师是不是？然后这个全部插在茅草堆里面，拿这个棍子，那我感觉是更硬的这样。那我们试试看长矛看看好了。可是长矛丢的速度好慢啊！投石兵三只，骨头法师两只。好的，这样行不行？这个不要站在上面会掉下去。这个的话，感觉好像没什么屁用，试试看好了。我发生什么事了？该哇，他丢了是不是？哇，被毒死哇，被毒死我的自己人也会被毒到是不是？完了，这个GG了，后面清不掉。后面清不掉，好试试看。哇，不行啊，无视距离的我们想丢哪就丢哪太母汤了。居然可以把前面清掉，没有，没清掉，完了，输了，完了，这一关有点难过，这一关开始有点不知道要怎胜啊。石头兵，盾兵没有用，我们可以走远一点嘛，对不对？谁说一定要放桥上呢？文明规定，他们掉水会不会淹死啊？他们会不会淹死啊？文明规定没有说不能这么做嘛，是不是？对，好，那我们试试看，这边放两只，哎，没有，放一只就好了。那这边也放一只 ，Go， 他们全部都冲走了，我的天哪、靠，行不通啊！那八七什么东西？前面冲过去当炮灰，那敲死他，然后知道死。谁才是最强的？没错，敲死他，敲死他！哦，我觉得这个应该用我们的魔法师去对抗他们哦，用骨刺一插他们，这样才对啊！好的，剩下几只？剩那只是能有什么屁用啊？这个不行啊，至少要三只，清比较快嘛，是不是？剩下就是棒槌哥，有用，拜托你再插一下他们，你插错边了，哥哥。不过清的还蛮快的，我觉得。哦，这个清的非常的快，我们有机会了，冲过去，兄弟们，你们要去哪里呀、哥哥那里呀、碎啦！来来来，这边还有两只，快使出你的洪荒之力！快使出你的洪荒之力，放个技能啊！拜托哥哥，不要再乱走了！哎呦，你又瘫软了！那边还有 OK， 可以赢了！妈靠他！果然是魔法师最强，是不是？看飞成这个样子，嘿嘿，有没有屌？哇，这个拿来当封面也不错。完了是怎样？草丛堆里面。这个话啊，现在我大概都知道了啦，我大概都知道什么克什么了啊。像是你看这个前面围着这个像枪骑士的人啊，魔法师先给他放出来，放个三支先，对不对？啊，那个拿那个草叉的呢？拿草叉就直接丢个石头嘛，对不对？石头给他下去啦，直石兵。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看我已经差一半的人，放，碎啦！哦，好爽哦！再丢，再丢，再丢！
丢下去，丢下去，丢下去！哦耶，哦耶，丢得好，丢得好，丢得好！再一波，再一波，哎、要赢了！嘿嘿嘿嘿，过了，好爽啊！现在第几关了？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关。然后这边，哎、欸，为什么这边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人啊？我靠，镰刀哥哎、欸，镰刀哥好像很强的样子哎、欸。镰刀哥要怎么打？我可以放一只，哇，超级猛犸象，行哦。猛犸象后面呢，再配着我们的啊骨刺老师，哎、欸，骨刺法师哥，呵，剩下这样子，行，妥了。可爱的大象，踩死他们哦。原来里面这么多人哦！我靠，我们大象！我靠，我们大象！我们大象好硬，快敲死他、啊！对啊，对啊，对啊，就用你的尖牙！哇，大象血好多！呜呜！死去，没关系，我们赢了，大象大胜利！敲他！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会差这么一点呢？嗯？怎么会这样？加个盾牌，啊不要，这个把它弄掉，我们换成盾兵好了。好，再来就是全部都这个 ，Go， 冲啊！撞下去就对了，打下去。我一看猛犸象，戳他。那边那镰刀哥真的蛮硬的啊，怎么打到自己人啊？完了，还有一只镰刀哥没死。完了，两只镰刀哥，猛犸象加油！刚也是卡在这里。哎、欸，倒了。啊，没有，我把他踩死了。猛犸象超强，猛犸象大胜利。你看，一脸呆萌呆萌的样子。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这是什么？哎、欸，怎么到了中世纪了？然后呢？这时候我才能使用农业时期的，哎，然后全部都是士兵、骑士，那算骑士吗？这应该算是剑兵勇士吧？好吧，那他给我这么多，然后只给1500，这什么东西啊？我靠，这什么啊？乌鸦稻草人吗？然后300块放一只这个好了。呵，没有钱了，看一下你们怎么打。哇哇，好屌哦、喔！丢乌鸦哎，快点快点，哈哈哈，要死了，马上被秒杀，没什么屁用。这个应该就用这个对抗了。然后现在520，一只这个。两只这个刚好，嘣！哎，丢到自己人了，白痴哦！来了，有胜算，那个有胜算，有胜算，有胜算，有胜算。哦，我说错了，没胜算，没胜算。What the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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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怎么会这样子嘞？好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1000块，这是什么？是怎样？农民战车哦。啊，他脚在抖什么啊？好像很兴奋一样。试试看，我开过去了。你在开什么？呼翻车了，靠腰。还是不行啊！不要镰刀哥啊！那农民战车也没什么屁用，全部都丢，全部弄这个好了，丢死你！砰！我感觉用丢来比较强哎、欸。来，丢。感觉有、哦，他们全部被控制了。啊，我知道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近呢？我是不能远一点吗？哇、哦，好爽，好爽！你看他们全部没办法走过来，这是哪里？我要掉下去了！啊，这个叫战术，他们全部都昏，全部都晕眩。啊！别过来砍我啊！别！啊，完了！他们血到底有多少啊？完了！还是说我们站后面一点？因为等他们走过来，我们再进攻。我们摆后面一点。他们走到这个桥的时候，我们对他们丢那个水，有没有？他们就开始乱走。
哎呀，当他们乱走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机会会掉到桥下，这就是我的计划。我看有人掉到桥下了，哦，一大堆人乱走，哦，还没攻过来就已经先死一大半了，完了不知道在走什么，完了。不过这样这么做的确可以大量削弱敌人哦，可是还是有差距。完了，这个，一只死神，这样子的，死神过去砍一刀一个，总是要有人挡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挡的工作就交给他了。哇，好多人走下去哦！快点，撑得住，我们的死神哥不能死。有了，有了，有了，这个有机会，这个、有机会。我们死神死了，嘿嘿，掉下去 ，bro， 我们赢了 ，yeah！ 这一关是什么？哇塞，是什么？魔琴乐手配上中世纪的弓箭手，然后呢，一样，我们只能用农村时期的。知道怎么打？看，巴拉巴拉巴拉，我弄一个战车好了，然后全部都小矮人。我靠，小矮人掉下去，不行不行，全部都小矮人。然后一个战车，不就不不不不不 ，Go！ 靠边，我的小矮人都撞，妈撞下去就对，这个也太好笑了吧！等一下，你们都已经翻车了，然后。在干嘛？等下这在干嘛？冲到后排攻击敌人。啊，现在这些在做什么东西？我完全看不懂。我靠，这个看起来像青字有没有 ？Ice time！ 欸，靠药，你 K 到自己人了啦！你好意思啊？完了，死了。What the but ball bird？ 插他快，水。欸，为什么会有这个啊？草叉的，算了，不管了。啊，他这个是不是会吸引我们的敌人，吸引我们的人？你看他现在在弹，我们就会走过去。这要靠我们草叉去攻击他。欸，你要去哪？快打他！这弓箭手两只就赢了。啊，算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就等着死去吧。哎呀，西巴鲁，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且刚刚为什么会有草叉啊？草叉是这个啦，上面那个人啦。好吧，这样子的话，两只草叉士兵好了 ，Go！ 哇哇哇哇哇哇！欸，他直接把我们那个给撞死，欸，这不算，这个要放前面。Go！ 妈，撞下去再说啊！再用你的那个乐器吸引我们的人啊，敲死你！欸，有用欸。先发制人，你看被亲自强奸了，我强奸往生。好，剩下的就我们的小矮人。不过我们小矮人好像对弓箭手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你看，看他抓住他的屌，然后死了。啊，事实证明了小矮人没有屁用，那怎么办？我们440块能干嘛？草叉士兵，啊，就只能这么做了。我靠，也太弱了吧！车直接翻车，这一局不行，再看一次。哦，有，这次很成功的，至少撞了一下，哈哈哈，死前丢个石头。啊，我们的亲自呢，很屌的用他的拳头在敲人。啊，草叉士兵在插弓箭手。哦，然后这个掉下去了，西赫，嘿，非常棒。完了，怎么打不赢？啊，我觉得要换了，可是价格又贵，140。四只怎么过啊？不啦不啦不啦！哦，我们这可以挡弓箭吧？不行，不能挡弓箭。靠，要撞到自己人的白痴哦！
你要去哪？哈哈哈哈哈！插死他！哎呦，插的棒，插的好，插的妙，插的插的呱呱叫，哇，超屌的！原来这个拿来克制弓箭手了，好，刚才把我吸引过去了，然后我要把他踢下，踢下悬崖。哎，大哥，别 ！Oh my god！ 你不要下去，不要下去，插死他！我靠，居然这样子，为此牺牲在所不惜。哇！哦，快点啦，走快点，插他，快点，刚他，快点，顶他！对啦，就是这样，碎呀！哈哈哈哈，好爽哦！你们啊，这样就过了啊、哦！不知道怎么过的，来看老头的影片就知道怎么过了。虽然老头随便乱玩的，好不好？好啦，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我就觉得这游戏真的蛮赞的哦，真的还蛮好玩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啦，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啦，结束一下今天的这一集啦啊！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记得按下你们喜欢，以及在你们下方留言啊，或者是按个订阅啊，如果让我知道说你喜欢这个系列，老头就会继续拍了，感谢各位收看。好，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全面战争模拟器再见面了，再见，拜拜。